前几天呢，跳水女王郭晶晶呢是前往伦敦。这次伦敦之行，郭晶晶呢一来是要为国家跳水队打气，二来呢也要为自己的婚礼做准备，定做婚纱了。因为呢，郭晶晶要在11月嫁入霍家，据说呢两人相恋于奥运，因此呢婚礼上也少不了奥运元素。现在呢奥运正火，很多夺金人物呢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你看，像谭校长在宣传歌唱的时候，同时也关心着飞人刘翔。近日，谭校长现身广州佛山，为自己的再度感动 encore 佛山演唱会宣传造势。被誉为华语乐坛常青树的谭校长，刚刚在香港红馆与杜丽莎开完演唱会，现在又马不停蹄地赶来内地继续做巡回。这惊人的体力和魄力，简直让人不得不叹为观止。年年25岁，真不是开玩笑的。如此频繁的安排，也不免让人担心校长的状态如何。其实我大家都在担心啦。因为啱啱我两日前先至开完演唱会，喺香港开咗9场，一路到后年噶啦。因为我巡回咧，我系一路要排到后年年初。最近伦敦奥运会火热进行中，作为香港明星足球队绝对核心的校长，自然也有关注这场世界体育盛事了。那校长又最喜欢哪个运动员呢？其实我最中意梗系睇阿刘翔，因为大家都唔知佢嗰个伤患有啲玄机啊，系有啲玄机喺度。